伤口不大，但是开始肿了，还有点发青，有毒素，得吸出来。哎，不用了，没事儿。刚才咬你的是花边鸟蜘蛛，我把毒素吸出来，你的肌肉会坏死的。还真把自己当神医了？到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逞强？ 东西就在我身上，你把它放了。李清凌，谁让你来抓好人了？你在我四周装白痴白住那么久，我得给你留个全虚全影，给我还债。李清凌，干什么？你别想了，我都看尽聚散苦离别，侧耳听月下响。你还手啊？你是不是挺能的吗？ 一个人，一段爱，一座城，一年宽，一江中城都送葬。你有病吗？你也中毒什么了？喂，外面有人没有？ 这边温度低一点，要好一些。我感觉呼吸不上了。哎呀，詹四哥呀，您蒸的得烧酒，别说是在银城，就是在大唐，也没人能比得上。您要是开个酒肆啊，我看说不定啊，这今后 请问有没有看到过一对男女？男的斯文清秀，女的有些古怪。古怪？我看你们倒是挺古怪。我们这儿可从来没有来过像您这样的公子哥。不知道这位公子所说的古怪是指？冒烟的那个地方是什么？哦，那是我们烧窑用的水室。啊，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平日里什么都不放，就是过水器用的。 累不累？好像累吧，反正我是要变成烤鸭了。我暂时还不想死，虽然你也撑住了。
别睡啊，别睡！你上次和赵王一起买飘飘头孢，你们两个当众躺在一起，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？算不上啊，他一起跟我跟二爷勾结男伴有什么区别？这不很正常吗？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千万不要睡着了啊，撑住！放下。